老杨到处说，这是我们在越南行的最后一天。那么昨天呢，就夜游了这个西贡河，领略了一下胡志明市的夜生活和它的夜色。已经有一段视频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候呢，大热天，我们到了统一宫来参观。这是到了胡志明市一定要到的一个地方。这地方呢，原来是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地的总督府。1945年以后呢，它改为独立宫。那么独立宫以后呢，南越共和国成立以后呢，这个地方就成了南越共和国的总统府。那么我们知道有吴廷艳呐、阮文绍啊、阮高奇啊，这些名字呢，在我们年读书的时候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都在这地方呢住过。那么1975年，越共的军队呢攻下了西贡，然后呢就把390号的坦克就率先冲进了这个总统府。于是乎呢，在1975年之后，南北越统一，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改为也叫独立宫，那应该现在就改为统一宫。南北越的统一，那就是意味着将近100多年的中南半岛以及越南这一狭长的地带的南部和北部最终实现了统一。实现统一呢，当越南民族来讲是经过了100多年的努力。那么1946年呢，当时的越共呢也已经决定要把这地方称之为胡志明市，但最终变成胡志明市呢，应该是在1975年南北越统一之后。当然我们也知道历史资料告诉我们呢，中越关系也经过了一些波折。70年代初，中国为了改善和美国的关系，曾经施加过一些外交的压力啊，迫使加引号，那么北越跟美国在进行巴黎的谈判。当然在之前，南北越在17度线的划分为一分为二呢，其实听说当初也有一点这样的外来力量的压迫，所以据说越南党对中共党也有自己的一些意见，从那个时候已经埋下了钉子。我们看到了这个越南党的问题，也看到了这个，当然一些战略学者也谈到了，如果当初没有鼓励南北越统一，也许就跟今天的朝鲜半岛一样，中国多了2个战略侧翼的延伸，那也就是所谓的缓冲地带。当然这是政治学者一个后话了。来到了统一宫，我们也感觉到这个殖民地的最南方的这座城市啊，其实的战略位置是很重要的。二战之后的日本还没南进，美国一直对亚洲地区的战场持比较暧昧的态度。尽管呢中国大半的中国呢被日本所占领，但是呢美国仍然输送了日本废钢铁、钢铁、橡胶和石油。当然日本决定南进，顺利的攻下了西贡之后，就彻底改变了美国对日政策。这是因为呢西贡这地方扼守了马六甲海峡一个战略要道，那不是新加坡，那时候新加坡还没有具备这样的规模。这就促使了美国开始实施对日本的禁令，橡胶、石油和钢铁，迫使了日本不得不采取的极端手段，这就为后来的珍宝岛珍珠港事件那么奠定了铺垫的一个前提。极端的军国主义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了侵略者最终不得不面对的失败的一个陷阱。来到这地方呢，感觉这个地方跟北越的河内不太一样。北越的河内是政治中心，而这个地方是经济中心，越南少有的经济金融中心。所以呢我们觉得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呢，感觉到有2个特点。第一，总督府的确是非常的宽敞，另外呢它整个设计的形式呢就是一个中国人的极致。但是这座楼没有给法国殖民者带来吉祥，也没有给南越共和国的亲美政权带来什么吉利，反而它就是共产党的灰色蓝下红星旗
最终在1975年统一了南北越。有点意思，过去只是在照片上，在史料上看到这个独立宫，看到这个总督府，那么看到这个统一宫。今天走来以后发现它的三楼有一个特点，就是会议室特别多，而且会议室特别的庞大宽敞。当然想象得到当年在这里面的作为一个南越政权的一个中枢，我们也看到了他一些军事指挥的一些布置。当然看起来今天来看是非常简陋非常粗疏的，但也是历史的一个记录。我们等下还会去一下西贡的著名的红教堂，红教堂跟河内的约瑟夫教堂和其他教堂一样，它也是代表的法国殖民文化在这里的一个痕迹，就天主教文化在这里的一些历史记忆。统一宫这两个字对我们来讲好像很熟悉，但是独立宫我们也熟悉。越南的民族统一了以后，就解决了一个南北分裂分治分离的问题，但海峡两岸现在还处于分离分治分裂的状态。什么时候两岸也有自己的统一宫呢？或者两岸最终走到了一个更极端的东西，有一个独立宫呢？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的一部分，我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探索，其实并没有因为两岸关系到今天的诡谲而告一段落。我们说他的会议室真的太多了，然后呢，是如今成了一个各地游客来这里参观、来这里凭吊的一个有趣的地点，现在成了观光的景点。这也是这座统一宫、独立宫或者以前的港总督府的一个命运的安排。如今红星旗已经飘扬在越南上空，这个统一宫也叫名副其实的落入了越南共产党的手中。当然了，现在越南共产党听说有分了南方派、北方派，南方派呢应该说是市场经济处理比较务实，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地方的一个有趣的一些体验。当然这里顺便一说，这个除了旗之外，它整个统一宫的设计的外墙其实是龙骨，就是在这个后面呢也有九龙盘旋，也就是龙的文化在越南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呢这条龙没有把这个政权给占住，可能这个政权又被了另外一条红色的赤龙给取而代之。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游客逐渐的多了，这么热的天气也仍然有很多游客来这里呢来进行参观。宽大的草地、喷水池、红旗、红星旗、高大的树屋，这一切呢经过了岁月的这个熏陶以后，好像也变得人们的习以为常。我们去看看当年那个第一个攻进总统府的390、834这两艘这个坦克，那么他们现在成了统一宫两个必须来这里凭吊的两艘坦克。
两架两坦克啊，两坦克。这里看到这种坦克，我想起了以色列戈兰高地附近的一艘，也是以色列的功勋坦克。那么这个坦克呢，当时的戈兰高地一辆坦克击毁了叙利亚的20多辆的啊坦克，也立下了霍霍的战功。那么今天这个390应该是苏制的，任何一个身先士卒的武器，现在也只能成为一个静静在这里见证岁月沧桑的一个陈列物。可我想这样的一个武器现在成了游客拍照的背景，这也就是历史的另外一个造化。